解不开了，是不是？最好的方法就是伸展。就说我在这边呢，解不开了，是不是？伸展就开了，跟被擒拿住一样，被擒拿住解不开怎么办？伸展，好的吗？伸展就开，啊，所以你走，觉得说，哎，我这个病怎么办？我这个是要朝哪走？解不开，就伸展，这个手伸，或者这个手伸，就开了。看不懂？听到了，往上往下都可以伸展。往上往下，看你的手在哪啊？你的手在上面缠绕住，然后一伸就往下面伸，就走了吧。看不懂？好。所以解结的方式就是伸展，它就开了。啊，你们试一下。